大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那上个礼拜我们所讲到三界火载的部分哈，其实在这世间上哈，本来这世间的很多东西本来就很无常哈。等一下在诗句当中哈，也还是会讲到，就是一些人世间当中啊哈，遇到一些事情啊哈，总是会是需要去做一个面对的动作哈。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哈。好，这样上一次上到这首诗嘛，对不对？好，那这边讲到了所谓的三界火载的部分。好，这边也是，其实这个父亲的心呢，哈，其实也就是菩萨对佛菩萨对那个众生的一个心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心态上面哈，其实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个学习跟成长哈。有时候我们在学佛的路上呢哈，常常有时候会觉得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哈，或者是说我们没有去警觉哈，常常就会忽略掉很多事情。那个临近门关起来，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在以佛菩萨呢哈，他就会用一些所谓众生所需要的东西，去让众生能够想到要修行。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上次讲到就是父亲呢哈，用言语上面哈一直规劝，就是说大家能够赶快好好修行。可是呢，这些诸子们哈，就是小孩子们哈，爱玩哈，都不愿意修行。那所以所以我们知道有佛菩萨知道众生的种种根器啊哈，所以他知诸子先心呐、啊、哈，各有怎样所好，种种珍玩奇异之物。好，那有些每个人一定有一个爱着的心啊哈，看他喜欢什么哈，所以他就准备了羊车、鹿车跟牛车哈。我们常常在对所有的一些就是众生都一样哈，那个人气要打开。我们对所有的众生其实都一样哈，一定是根据众生的一个根基哈，我们去做一个就是调整哈。因为众生其实我们上次有讲到哈，有些需要用柔软语，有些需要用刚强语去面对哈。所以在这些种种不同的众生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哈。所以佛菩萨其实也不是这么好做了哈，要了解众生的根基，然后慢慢的就是引导啊哈，慢慢的引导啊哈。像很多地方其实也是一样哈，你要众生如果他能够一般的人他你跟他讲一句话啊，如果他能够马上当下就能够听进去然后就去做的话，这当然就是所谓立根器的人哈。不过一般的众生其实在这世间已经就是轮回好几千万劫了嘛哈，所以那个习性还有很多就是对这世间的那个执着抓取性，不是你讲一句两话两句话他就会讲放下这世间的种种然后赶快修行的。所以呢必须要用很多的方法去诱导他哦。所以我们常说那个像六波罗蜜，不管是怎样的背后哦，你在做布施啊哦，在对众生的任何的背后必须要有智慧哦。那个智慧就是说你就布施给他背后必须要引导他能够学习就是好好的修行这样子。所以所有的佛菩萨的心其实就像父母亲对子女的心一样哈，就是很希望子女都能够得到最好的。那佛菩萨也是一样哈，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就是往唯一的一条路，也就是佛道上面走哈。那但是呢，众生呢，他根基不同，他也许他觉得哇，那佛道好远哦哈。像有些人一听到哇，成佛要多少劫，成佛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所以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善巧方便哦，也就是还有所谓的声闻缘觉啊哈，或还有天道啊哈，最起码我们是往上修嘛哈，往上修。那
就会用这些方式来诱导，就是大众能够好好的修行哦。所以他有羊车、鹿车跟牛车哦。所以这些小孩子一听到父亲所说的这些好玩的东西呀，好，刚好能够这样试，就是这样。哦，我们没有说很多东西其实不是有所谓的最好的，而是这样试，就是合适啊，哦，能够满不管是哪一个众生不同的愿。哦，所以这个事情愿其实就满不同众生的愿，哦，所以心各这样踊跃啊，哦，要互相排推排啊，哦，要赶快走，哦，大家每个人就想要这样，真的要这样出这个活仔，哦，所以这就是佛菩萨想要的一个效果啊，对不对？哦，让众生真的就是说啊，因为一些事情的一个引导，然后赶快想到要修行，哦，那这活载当然就指的就是我们在六道当中一直的轮回啊，哦，一直的轮回。所以这个长者看那个我们现在讲那个《妙华莲华经》的三界活载的部分，哦，在108页的185首，哦，三车的部分，哦，那这一首诗呢，其实刚刚好就是把那个我们所说的《妙法莲华经》里面的一个三界活载这一品，把它给浓缩下来，把一些重要的东西讲出来。所以看到哇，那个长者就看到那个珠子就安稳可以得出啊，所以就在四取道当中啊，入地而坐，无复障碍，然后心非常的高兴啊，你看啊，其实佛菩萨对于众生也是这样哈，哦。你看那个有很多那个佛菩萨都是那个笑脸哈，哦，或者是很多有些佛菩萨的手是往下的哈，哦，其实都是在接引，等着接引大家哦。那可是众生爱玩嘛哈，哦，所以还是要慢慢的引诱啊，引导哈，哦。我们常常有时候看到有些人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哈，其实也要学习佛菩萨的一个耐心，哈，佛菩萨的一个耐心，对众生，其实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耐心在，哦，不然的话，哈，其实常常我们有时候在对众生如果没有那个耐心，常常就会有一些比较不理想的，就是不理想的一些事情产生了，哈，所以还是要有耐心的，哈，要有耐心，因为众生其实我们现在说现在的众生其实人比较喜欢怎样柔软，哦，每个人其实都这样，希望人家听讲好听的话，然后柔软语这样子，哦，所以你看，哦，佛菩萨看到众生的一个需求就这样。要什么给什么，可是这前提是在于就是这样有智慧让引导众生能够去这样修行，哦，所以看到哇，你看那个佛菩萨的那个心量，后面这个其实就是佛菩萨的一个心量啦，哦，你看长者就赐这样珠子等一大车啊，那个车是非常高广，啊哦，而且这样哇很多的珠宝这样装饰在那边啊，而且那个周匝啊，哦，蓝鲟啊，哦，这边哈，其实同学去看一下，这个有时候在描写那个佛国净土哈，这其实就是佛国净土的一个缩影，然后一小部分哦，都非那个地方都会描写的非常庄严，然后又在其上呢哈，就是有一些翻盖啊哈，然后一些珍宝哈，岩饰哦，这就是所谓的牛车啊哈，牛车它当然就是。白牛车啊，哈，这就是我们就知道这是大车哈，就大根器的众生他所适应的车啊，哈。那这边呢，哈，再来就是这样，大长者呢，哈，财富无量哦，这就是描写，其实就是佛菩萨的功德海是很无量的，哦，无量的哦。那这些他的所有的宝藏，其实这样，哇，通通都满出来。哦，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哇，那个仓库好像就是哎，放不下这样而已，它是这样满可以满出来，哦，它的财物其实这样无极啊，哦，所以不宜这样下列小车啊，哦，也就是我们佛菩萨希望大家都能够以大圣的心啊，哦，不要去修一些就是哎只想到自己，然后没有去度众生啊，哦，所以希望大家每个人的发心都能够跟佛菩萨一样，哦，这就是那个大家想看看，哦，我们常常有时候在一些看到一些团体啊，哦，人跟人之间，哦，常常都会怎样，就是为了一点点小事互相的争夺，哦，我们就会想说如果每个众生的心都能够像佛菩萨的心量，那该多好，对不对，哦，大家是互相这样
帮忙扶持，那甚至于就是互相能够把一些事情可以完成。哦，其实这就是。其实就是众生啊，吼，为什么需要引导的原因，吼，因为众生其实很多事情都看在眼前，吼，然后没有考虑到，哎，这件事情做了以后，哦，没有考虑到那个未来，哦，所以我们常跟一些人讲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下，其实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的是怎样几劫之后了，好，而不是怎样这个当下这个时候，哦，那。最近在讲唯识啊，哈，也一直跟同学就是讲的，就是啊，哈，其实啊，哈，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有一个很好修行的一个环境，哦，那要怎么做，对不对？好，我们说法界是很公平，你怎么对这个法界的众生，他就还以你什么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怎样，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成佛，那当然也希望怎样众生都能够成佛嘛，所以要发愿呐，啊。好，发愿的哈，我们愿这些大众都能够怎样一同怎样共成佛道啊。好，那在我最起码呢哈，如果说有些人说，哎，师父那个成佛啊哈，好像有点远。那最起码我们怎样好好的发愿，就是说这辈子我们在这个就是娑婆世界啊哈，这个世界当中啊哈，苦够了哦，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到一个怎样好修行的地方。哦，最起码要有这样一个认知啊，哦，所以如果你的种子种下都还是对这世间的这些富贵啊，这些亲子啊，这些所有的这个人世间的那些爱情啊，这些还有这些的种子还是这么多的话，哦，那当然就是在这世间啊还有很多很多发挥的空间嘛。那如果我们种下是我们要成佛，我们未来能够在很多的地方我们能够精进修行，然后甚至于帮忙其他的众生，这个所以这个叫做发愿的重要，先种下那个能够怎样引导我们到怎样成佛到这个种子里面啊，哦，种子当中要先种下这些种子啊，对不对？好，哦，所以我们在修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说，哎，会问啊，哦，那怎样我们才能够怎样啊，接下来我们能够真的就是往这条路这样走哦，那当然这辈子我们的讲路就要清楚啊，哦，路就要清楚，哦，你想要什么，这就是你自己必须要去做个厘清的，哦，那如果你想要的是成佛道，那当然我们就讲，哦，很多东西轻重缓急的部分我们就做一个区隔跟取舍，哦，那其实在那个我们待会会讲到就是轮回的部分啊，哦，这个东西其实后面也会讲到一些像什么一行啊，哦，修道啊这些啊，哦，这其实都是我们在我们现在呢众生呢，哦，就是凡夫呢要到佛当中要做些什么，哦，然后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认知啊，哦，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那这观念其实就很重要了啦，同学想看看你要往哪里去，然后你才能够成佛，那你要怎么去，哦，这些都是我们在怎样就是例如说我们现在要去台北，那要怎么去台北，要搭车，然后要怎么样去，这都要必须要做个厘清嘛，对不对？哦，所以再来的，哦，他这边所讲的一些概念，其实观念的部分其实都非常非常重要。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长那个佛就跟那个舍利佛讲啊，哦，就是于如意云何啊，哦，这个长者等啊，哦，与怎样诸子的珍宝大车啊，哈，临为虚妄佛啊，哈，所以舍利佛就回答说：“佛也，哈，世尊，啊，为什么是佛？其实我们知道一切世间皆是虚妄嘛，对不对？好，因为呢，这些怎样诸子呢，哈，认为什么？这世间为真实，所以珍宝对他来讲当然是怎样也是真实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有说不同的众生的话，当然有不同的根器，那我们在讲的时候要因应它的一个根器，哦，所以认为有的我们就以有的方向去讲，哦，不然有些众生还有些一般的人还在认为，哎，世间是实有的啊，哦，然后这些还有种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你看那寒山子的一个慈悲啊，哦，他在讲的时候啊，哦，他会从一些世间法去讲，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其实同学要想看看，哦，你看，哦，寒山子跟那个拾得两个为好朋友，对不对？
哦，可是他们的路选择起来却是不一样。一个选择他就是在寺院里面，那另外寒山子呢，他就是怎样住在怎样寒山岩里面。好，那这就是其实每个朋友他之间个性不同，可是却能够怎样哦彼此互相的怎样能够交流哦。那个寒山子有时候会走很远的路啊，然后到那个拾得的寺里面，然后去吃一些饭啊，哈，然后再慢慢再回去这样子。哦，那我们其实在之前的那个介绍当中也可以看到，寒山子其实个性上他会比较属于霹雳的一个手段。哦，他会像他。在人家讲戒的时候，他会说：“哎，如果我们心不平的话，那个就算听戒讲戒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哦，他会比较激烈的一个方式。哦，他是其实很多都是自己的一个选择，然后自己的一个选择。那不管是怎样，其实不管是住在寺里也好，住在山里也好，只要我们能够好好修行，其实地方那个到处都是道场啊。哦，我们常常说。”只要我们心能够安顿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道场。哦，我们像有些师姐就说：“哎呀，最近疫情啊，哈，她在家里哇，那个诵经啊，哈，诵的好多哦，那经数很多哦，那也很好啊，对不对？哈，如果她在家里能够静得下心，能够这样做功课，其实不管外界发生的任何事情，对她来讲，这样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啊。”哦，那个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是我们这颗心不安哈，随着一些数字，很多东西在那边流转哈，在那翻转哈。那如果我们心能够静下来，其实不管任何的环境、任何的这样地方都好啊。哦，所以像你，我们可以看到寒山子跟拾得，他们也是不同的一样不同的选择啊。哦，你可以看到，其实寒山子他是属于比较潇洒的哦，他那个在他的写的诗当中哦，他会比较属于比较潇洒型的。可是那个拾得呢，他的那个诗里面他就比较讲严肃哦，他很多东西他就是不管是对很多的那种正德或是怎么样，他的描写方式就是比较严肃一点。所以这就是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啊。哦，那可是至少他们两个这样。都是一样哈，你看他们两个也像寒山子也说他那条路啊都没有朋友来啊，对不对哈？那个一般的人都是在忙于怎样交际呀、哈应酬啊，对不对？哦，那你看这对好朋友，他们这样就修行为重要，所以也不会说哎呀没有事没事互相找哦，还是忙自己的怎样功课啊，哈忙自己的功课啊，哈。只是在偶尔的时候，寒山子会就是到他寺里面去坐坐，或者是去用个餐啊，吼，都好哦。所以看到那个他们两个其实也保持那种所谓的君子之交啊，吼，彼此互相的是尊重，互相尊重吼。寒山子也不会说，哎呀，拾得啊，你就来住我的地方吧。拾得也不会说，哎呀，你就留在寺里面不要走吧，哦。两个其实是很互相尊重对方啊，这样就是没有任何的自爱性。人跟人的相处其实很简单哦，是有大部分人把它想得太复杂了哦。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所选择，认为我们所选择，我们所给的东西是好的。可是其实你看，佛菩萨在教导众生，他也不会告诉你说怎样，哎，佛道就是最好的，所以你们都不要走其他的路，就走我佛道就好了。哦，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回归到，如果回到世间法，还不就是那两个字，就是尊重嘛。哦，尊重对方的选择哈，他要去觉得这条路他需要去绕远路，他需要去怎么样，那我们也是尊重他。哦，如果我们本身没有任何业绩压力，也是尊重对方啊。哈，像有些人会，反而有些人就会起烦恼啊。哈，就会说：“哎，师傅啊，你看这个我是这么真切的，就是说我是为他好哎，而且我是很多东西，你看我这么真诚的对他，为什么他是这个样子？哈，啊，也不听，也不怎么样，也不怎么样。哈，这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执着啊。我回归还不就我们执着。我们如果能够像佛菩萨这样子，反正我就给你各种吃嘛。啊，你要怎样，你自己去选择，选择以后你就自己去面对。好，那所以佛菩萨他很轻松啊。哦，其实这个也是讲，身为父母亲需要去做的哦。现在很多父母亲他在。后面其实要学习的都是所谓的就是割舍的部分哦，也就是尊重小孩子的一个决定，让小孩子去面对跟
很多方面哦，因为你看，连佛菩萨这么有智慧的人，他也不会告诉众生说："哎，你要怎么样？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啊？哈啊，你要走哪一条路啊？哈啊，你如果走其他路，就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哎，一定要走我指定的这条路才对。"哦，也没有嘛，哦，他也还是这样给这样，哦，牛车啊，哦，鹿车啊，这些不同的车，让你去做选择啊。好，所以其实佛经呢，哈，你如果把它通达的话，在世间法你也很通达哦，不会再被一些就是人事物就这样滞碍在那边了哦，就滞碍在那边。因为其实讲那个一点，你看我们在看这些经典，不是都是一样，一切都是因缘法嘛，哈、哦。那我们今天能够跟他相聚也是缘分嘛，哈、哦。那就有很多东西就尊重他的一个选择。那其实到了几十年后，还不是就都是各走各的。然后也没有人能够夹着谁，然后或者是跟谁一起走啊，哈、哦，所以寒山拾得他们也是这样，保持互相的一个这样尊重，哈、哦，那有需要的时候就帮忙一下，其他呢，哈、哦，还是各修行各的啦，哈、哦，因为每个人的习性跟根器不同啊，哈、哦，以寒山子这样的一个根器，如果在住在寺院里面，其实因为寺院其实它在很多部分它也需要一个规。就是规矩啊，哈，规矩啊，哈。那以寒山子的个性，很多方面其实就是适不适合嘛。我们刚才讲到"适"这个字啊，不是说你最好的东西给人家，人家就好，而是讲最适合的东西啊，哦，要讲适哦。所以我们可以往下看哈，这些佛那个佛都告，就是又告舍利弗啊，哈，就是这样，善哉善哉啊，哈。舍利弗啊，哈，如来亦如是，有没有？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啊，其实佛菩萨就很像那个父亲一样，哈，就是为一切世间的这样父亲啊，哈。然后在很多的部位啊，哈，然后衰老啊，或是忧患啊、无明啊、哈、暗妇这些啊，哈，永尽无余呀，哦，能够让众生这样都能够去除掉烦恼，然后能够这样登佛道啊，哈。所以能够悉成这样无量的知见啊、力啊、无所谓啊、大神力啊，这些都是佛的功德海啊，吼、哦，就是像这些是智慧力都具足这样方便智慧、大慈大悲啊，吼、哦，常无懈怠啊，恒求这样善事利益一切啊。好、哦，所以其实我们越看佛经，越知道我们如果真的是想要修行，或者是说我们真的跟佛道相应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应该呈现的是怎么样子。哦，这些东西其实怎样都可以具足啊，哦，都可以具足啊，好、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哦，同学如果有兴趣，其实《妙法莲华经》也是一本还就是也是一部很好的经典哈、哦，里面像很多的佛菩萨的慈悲都用一些譬喻的方式，然、哦、后怕同学不懂哦，怕大众不懂，都用一些譬喻的方式。那我们回到这首诗，我们来看一下哈。哦他就说："摧残欢草庐，哈，我们之前讲到欢草庐，其实很想很就是我们这个色身啊，哈，还也就是所谓的火仔啊，对不对？哈，其中怎样烟火味啊，哈，就是烟火非常的这样哦，灰暗啊，哈，那个整个烧起来哈，那个灯光都那个火烛那些都没了哈，就是这样，剩下一些烟火了哈。"所以他就借问群小儿啊，哈，有没有？这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啊，哈，那个三界火仔的故事啊。他说："你生来凡几日啊？"哦，大家这个问题，其实如果以禅宗来讲，说生来凡几日，那个就是你开始无名开始以后，叫什么？生来凡几日？从你无名的时候开始算，所以叫做什么？无始无名嘛。哦，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轮转，然后好。那门外有三车啊，应之不可出啊，吼，众生都这样子，吼，就是这样，哎，火仔很好玩，吼，叫他修行，哎，不要啦，吼，我等我有空嘛，吼，要等小孩子长大嘛，然后等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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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那我们之前也讲过啊，很多因缘性，然后你现在是具足啊，以后都很难讲。哦，所以那个你看，那个寒山子也是这样骂人，也是这样蛮狠的呢。哈、哦，他说啊，哦，你们这些不肯修行的人，就好像这样，哦，每天讲假巴巴哦，饱食啊，吼、哦，富这样蓬轰啊，吼、哦，就是
夹夹夹巴巴巴那样哈，然后各是怎样吃万物哦，吃就是无明嘛，哦，也就是啊，每个都不可以修行哦。好哦，所以我们刚才之前就讲到啊，哈，其实佛菩萨他们在度众也不是都是柔软语，有时候他也会讲一些刚强语，也就是让众生能够这样，哇，好像棒喝一样啊，打了以后，哇，对呀，我到底在做什么呢？对不对？好，这辈子这样一直轮回下去，累世当累劫累生累劫当中一直轮回下去，到底何处是尽头啊？哦，给你棒喝一下，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行的部分哦，他这边有讲到这首诗有讲到哈，就是有生与无生啊，哦，到底我们是怎样有生还是无生呢？哦，也就是到底我是谁呀？哦，是我复非我？哦，到底是不是我？哦，如此这样审思量，哦，这样子一直这样，我们如果这样子细细的去这样去想的话，哦，千言这样。以言作哈，他坐在那个，哎，靠着岩石啊哈，然后坐在那边好好的这样想这个问题呀，啊，哈，这个其实有我还是无我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个，跑掉了哈，这个叫做特修斯之船啊哈。哦，也叫做等啊特修斯这样悖论哦，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同一性的一个悖论哦，这个其实大家可以也可以来思考看看哦，所以同学以前会觉得哲学很难，对不对？当你学完佛法以后，你会发现哲学其实这样还好而已啊，没有那么难哦，是因为我们很多日常当中的一些生活的一个想法都很固定，可是如果你真的有去。就是在佛经上面，你能够下功夫去读的时候，当你在接触到这些就是所谓的哲学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他讲的东西都很假，好，其实还没有像佛法这么深入啊。好，那这个他就讲到一世纪的时候，希腊作家哈，他是取那个普罗塔克啊，哈，他提出一个问题啊，哈，他提出这一艘船哈，这艘船其实它在海上已经就是航行了几百年了。啊，航行几百年，那这艘船呢？哈，木头都会这样被替换嘛？哦，因为你大家想看看几百年那个木头一定是这样，几乎整艘船一定都换过，该换都换过了，对不对？好，然后他就说，如果所有的木头、所有的那个船的零件都已经不是那样的零件了，请问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有没有同学看到这个？有没有想到有我跟无我，对不对？好，我在哪里，对不对？好，我们可以看到这类问题其实叫做特修斯之船。好，那同学再想看看哦，如果这些有没有我们把这些替换下来的这些木头有没有另外组成一艘船的话，请问哪一艘船叫做特修斯？对不对？好，原本已经讲。这一艘船已经所有零件都被替换了，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把这一艘船怎样替换下来零件，另外组成一艘船，请问哪一艘船才是真正的特修斯呢？对不对？好，那再来，他们有很多也延伸到这样主妇的斧头啊，我们都会有个称呼，有没有？这一把斧头啊，哈，是你祖父时代就已经传下来的斧头。那大家想看看祖父时代传下来的斧头，有时候怎样？木头砍一砍，木头断了，对不对？我们就换木头。那有时候那斧头，那个就是那个铁的那个铁块的部分，如果怎样，比如说都凹，那个都已经砍到凹凹凸凸了，那铁块也换掉了啊，对不对？所以你还能够撑这一把，就是说。那个他的头也换了，他的尾也换了。那请问你还可以撑这一把斧头叫做祖父的斧头吗？对不对？祖父当初用的那一把斧头，其实这样已经没有一个零件留下来了。可是我们还是称它为什么祖父的斧头啊？哦，这个其实我们延伸到就是我的问题啊，对不对？哦，我们常常会思考到底有我无我。哦，大家想看看。我们从胚胎状的时候，有没有慢慢长大，对不对？
长到这么大，对不对？好，那个一定是怎样？形态也不一样啦，哦，然后想法也不一样，所有东西都更改啦，都不一样啦。那你怎么能够称这样？那个胚，那个就是胚胎状的那个我是我呢，对不对？那你又怎么能够称呼现在的这个我是我呢？如果我们再慢慢就是在老了以后，哦，年纪更大了以后，然后人家说的两只脚变成三只脚的时候，那个年纪大到那个程度的时候，那你那个我跟现在的我，难道又是同一个吗？哦，大家想看看思想有没有一样？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哦，随着年纪的增长，很多想法都不一样，都几乎怎样，全部都替换过了。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哦，我们几乎怎样？你看，从胚胎状那么小，就是一个怎样细胞这样子，然后成长到现在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人这样子。你看那个里面一定是这样，全部都替换过了嘛。哦，所以我们会说，哎，我在妈爸，就是妈妈的肚子里面成长，慢慢成长，然后长大以后，生出来，然后念念当中都认为是讲我。可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被修饰的这个想法，我们来想看看，哦，那个所有的细胞也都替换过了，所有的想法也都不一样，都跟小你跟你现在想法跟小孩子的想法一定都完全不一样嘛。好，那再来呢？哈，我们如果再更延长一点，同学想看看，我们在六道当中轮回啊，哈，你能够说在之前那个身为天人的我是我吗？哦，或者是上辈子身为那个姓林的人家，或者是上辈子在怎样，三恶道当中那个我是我吗？形态也不一样啦，对不对？好，我们的记忆很多东西都不一样，那我到底在哪里呢？哦，到底有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这个我的一个存在？哦，所以很有趣啊，哈，就看到这个，其实我们利用这个来推演到我们这个色身的这个一个问题。哦，大家也可以想看到这样，到底是有生与无生啊，对不对？哦，是我这样，复非我，哦，那我们再往下看哈，其实很多都会所谓的用参话头。哦，参话头其实是禅宗的一个方法，哦，禅宗一个方法，那它也常就会让你去想一想，哦，看拖着死尸的是谁呀？哦，大家认为有我嘛，哦，我在走路啊，可是其实啊，哦，以禅宗的那个霹雳手段，啊，然后会问你这样，拖着死尸的是谁呀？哦，我们不是就拖着这个色身这样，从这边走到这边。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修行的话，没有对那个修行有认知的话，不就是这样吗？哦，今天从出生，然后就忙忙忙忙忙忙忙，然后到这样往生，这不就是像拖着死尸在走吗？好，然后这样又到了下一辈子，然后又再拖着死尸，然后就这样。继续又下辈子，然后这样一直轮回，一直轮回，一直轮回呀、啊，哦，然后再他也有一些这个其实以参话头他们都会用一些大仪呀、啊，也就仪情有吗？这其实就是我们同学想看看它的作用在哪里？其实它对作用就是在对视我们的七识跟八识，七识跟六识。七识呢，我们就产生很多这样我执嘛，我的执着性嘛，认为有我，对不对？哦，所以他现在叫你去搀着拖着死尸的是谁呀、啊？哦，有人吗？哦，可是同学，我们刚才以特修斯的理论呢、啊，好、哦，那个是我们的身体都一直变化啊，对不对？哦，那个每个细胞都替换过了啊，请问我在哪里呀、啊？哦，没有一个不变的嘛，哦。好，那还有说父母未生前呢、啊，哈、哦，我们禅宗看到父母未生前是怎样？无明这样，无明在你一念的无明开当中开始这样轮转了、啊、哦，那个叫那个无明那个叫做什么？父母未生前，好、哦，就是在那一刹那有没有？哦，再往前，父母未生前，哦，你还没有在这六道当中啊，哈、哦，你还没有在这世间轮回的时候啊，哈、哦，如何是这样本来面目啊？好、哦，你本来也是这样。佛菩萨来的啊，哦，来这世间这样又来轮转哈，因为一念的无明，哦，
这就是其实就是真如所讲的哈、啊，真如所讲的哈、啊，我们在以我们的真如本性当中啊哈，本来就是这样 ，hose hose 嘛，哦啊，因为一念的无明，然后我们就在世间这样一直轮转，哦，一直轮转，然后还有在、啊、看的念佛的是谁，谁在念佛、啊，哦，这个就是破什么七世的我执嘛，对不对？好。那再来看吃饭的是谁呀、啊？哦，看喝茶的是谁呀、啊？看执着的是谁呀、啊？看受戒的是谁？看听法的是谁呀、啊？哦，这就是破掉我执。那再来呢？如果同学把注意力放在移情上面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对世间法很多的执着性就会放下，因为这个叫做大移呀、啊。哦，大移啊，我们对于世间自然而然的呀。如果你对生死的问题你都看得透的时候，世间法的哪些东西你看不透呢？对不对？好，所以他们很多大部分都从这样大的这样生死上面想下手，哦，生死上面下手，哦，所以我们一想到这些大问题的时候，好、哦，再来跟你讲，哎，昨天呢、啊，哈、哦，谁呀、啊、占了你多少便宜呀、啊？占了你几千、几百块、几千块便宜，你会觉得怎么样？好像一样，生死问题为大嘛，对不对？自然我们对于那些小的一些细节，我们怎样就会慢慢的这样沉浸跟放下。好、哦，那对于我们这些，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参透这些生死问题的话，那对于那一种。世间的这些富贵啊，这些我们自然而然怎样就看清了嘛。哦，那再来就是怎样专注啊。哦，我们常常心念很乱散乱，这个就是让你怎样把心念放在怎样当下。那后面还会讲到哈、哦，在那个大卫号里面哈、哦，这个其实这个是日观啊，也就是这个禅师取的那个法号，其实也非常的好啊，哈，就是这样用智慧的光明去照亮哦，用智慧的光明去照亮。那他其实就是在禅那个禅话头的一个始祖啊，哈，他就看到啊，哈，他可以讲到就是这样，可以参看《止月录》的第十册，他也有讲到一样，不用薄量，不用注解，不用要得这样分晓哦，不用这样。向开口处承担啊，不用讲举手处做道理，不用躲在讲空寂处，不用将心等悟，哦，不用这样讲宗师说领悟处啊，领悟处啊，不用用掉在怎样无事家中啊，哦，这个在讲什么呢？也就是我们常常都这样，例如我们之前讲啊，哈，我们念头常常都这样子啊，这边有一尊佛像啊，佛像是背对我们。哦，就开始这样，第一念的佛像的这个像的认知出进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衍生后面很多的念头。那他这个就是这样，你不用再衍生了，哦，因为那个所谓的证悟，并不是用言语或者是用你的想法就可以证悟的，哦，所以他告诉你这样，啊，你用这些世间的这些文字这些东西这样都是多余的。哦，以禅宗的那一种就是，指月露有没有？它我们用手指的月亮的时候啊，哈，我们常常都手在看手指，还是注重的是手指还是月亮？常常我们都看人家的手指嘛。可是其实怎样，这个手指指的月亮，它只是一个就是途径啊，哦，它只是一个方便法。哦，可是众生呢，哈，他们搞不清楚的时候，他就讲执着于这个手指。哦，那这个手指呢，就相当于这样，很多的这样，我们的分别了别啊，好、哦，我们很多了别，对不对？哦，所以要告诉你这样，你以禅宗的正量来讲是这样，不用，就是当你这样不观自观啊，很多东西这样，你反而你有一个想法，你有一个分别，你有个了别，你有个我执的念头出来的时候啊，哦，你没有办法这样得悟啊，哦，所以你看他这样。这样也不用去讲啊，一般的众生都很喜欢比较啊，哈、哦，然后也不用去讲注解，哦，你不用去告这个是有什么是生啊，什么是无生啊，什么是我是复非我，你当下第一念是那就是，哦，也不用这样要处分晓，哦，也很多东西讲要有很多的了别啊，哦，也不用讲在开口处承担啊，哦，
这些其实都在讲我们不用这样，不用再，如果说当下，哦，当下是就是，哦，当下是就是，哦，可是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人，哦，有一些那个种种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他就说啊，哦，他是第一个大力推那个参话头的，哦，然后他观察呢北宋末跟南宋初的禅风，就批评啊现在的学道人，啊，常常都不问生熟，啊，不管是生人或熟人都有两种病，啊，一个是怎样多学讲缘聚，也就是着手着相于怎样那个佛经里面的名相啊，也就是这些名词名相的部分是指还是月，大家想看佛经里面的文字是指还是月，是手指还是月亮，手指嘛，它是指向于成佛之道嘛，所以重点应该是在月亮嘛，可是众生呢 在手指的部分很多的琢磨，哦，很多的琢磨，然后而且讲在言句当中讲做奇特想，哇，这些境界啊，哦，然后都奇那个奇特就是讲自己去想，哦，自己想，哦，好，那还有一种呢，不能借愿玩，哦，于这样言句当中误入。你落入这一头不对，哦，也就是说你在金句上面你很琢磨不对，可是呢你如果不去琢磨金句也不对，好，哦，同学又开始哎问号问号问号，哎为什么两个都不对，因为呢你太过于去琢磨金句的时候，我们知道怎样其实重点在成佛嘛，可是你在研究名相，哇，这个像那个研究那种像那种学术啊，很多的那个到底谁的说法哈，哪一家的说法怎么样，然后当中有很多的那种批评啊、指教啊、言论啊，这些其实就是他所讲的第一种的。哦，那再来第二种呢，哈，你呀，啊，哈，不能够怎样见月忘子啊，哦，也就是这样。很多你这样看到月亮，你这样忘掉那个手指头啊，大家怎样都还记着那个手指头啊，然后于怎样言句当中侮辱啊，哦，这是怎样，这两种其实是同一种啊，那还有另外一种叫怎样莫造邪禅，那这种呢，就是讲你只要坐就好了，你就坐在那边啊，然后不用怎样不求妙悟啊，哦，那这个就是代表什么，他讲对经典的部分他怎样他也不了解，就是他就是坐在那边啊，哦，莫造禅啊，哦，他就这样，那他又称为邪禅啊，哦，也是一般的莫造禅是怎样我们知晓佛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知晓怎样修行是怎么回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该做的都做了，莫造就这样坐上去怎样只管打坐了，哦，而不是怎样，他这个莫造邪禅是怎样，哎，佛经他不深入去研究，哦，他也不求圣解，哦，然后对佛到底什么是佛道也不知道，哦，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东西他也不去做，哦，该六度的部分他也不去做，然后他就这样坐在那边，然后就开始说什么他能够怎样证悟，哦，所以这一类的厨师那个禅师啊，在教宗位置怎样毁谤怎样大般若，那个般若就是怎样四面火全部都烧光光嘛，哦，那他只执着于怎样这个四面火的部分，他不晓得就是说那也还要有资粮能够把这个火给烧起来，对不对，哦，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该做的你都没有去做，你说你坐在那边就能够成佛，难怪有那个祖师他在他的徒弟要上座的时候他就在那边磨砖啊，对不对，他就告诉他说你不是说坐在那边就可以成佛了嘛，对不对，你对于佛经当中所讲的这些义理的部分你要能够知晓啊，你对于佛经当中所讲的这些道路有没有种种该做的你要去做啊，哦，如果真的这样坐到那边就可以成佛的话石头就成佛了，对不对，哦，但是不是嘛，你还是要对佛法有所认知，你清清楚楚的了知，然后坐在那边你才会这样知道那个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能够这样能够有所这样提升嘛，哦，所以他告诉你这个就是这样，你如果这样
一直在京剧当中啊，哈，你去怎样做题，做很多自己的诠释，这样子其实怎样？你一般来讲就是这样，佛怎么讲，我们就怎样怎么讲哦。所以在我们讲为什么在讲这个寒山子的时候会，相对来讲，如果有一些佛经的那个经文能够记录的话，我们就会用佛经来讲，还是要回归到怎样佛所讲的，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寒山子两个相对照的时候，寒山子的诗其实怎样也不出于佛经的这些义理，哦，也是这样，跟佛经的义理是能够怎样相契合的，这才是真正的怎样修行嘛。如果你说你的修行是能够哇。看佛经，然后自己解释哦，诠释一套哦，这样子就是这样修行，那不对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哈，落入哪一边都不对哦。你在那个京剧上面斤斤计较哦，像我们之前有讲啊，哈，就曾经有人在研究那个《华严经》的，我们上次说的那一品嘛，哈，那在研究的时候就。我们上次有讲到有一品，就是那个有位那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其中一参呢，哈，他在看那个，就是有个国王啊，哈，他就是以一些酷刑啊，哈，然后来鞭策那些罪人嘛，好，那他翻译那个有一到最后面有一句啊，哈，他那个文字上面哈，如果你陷入到文字的那个窠臼里面，那个翻译起来会很奇怪哈，就是说怎样，那个国王视现自己的业报，然后来就是让世间的人知道有业报的存在。可是那个佛经当中他所叙述的并不是啊哈，他所叙述的是那个国王怎样视现，就是这些如果你有犯了罪，就会受报，然后让众生怎样不敢去做罪嘛。哦，所以很多的文，你如果在那个经典的文句上当中啊，哈，或者是有很多的那个诗句或什么东西，然后颂里面，你把它很多东西讲，就是用自己的想法或奇特的一些东西去诠释的话，那个都没有办法契入到佛经哦。其实佛经很多时候是我们透由修行的过程哦，所以这叫奇特想啊，哦，应该是佛经。我们有念，然后再来呢？我们在日修行的时候，那个互相的一个相互的一个怎样正念呐、啊？也就是当我们修行正到啊，真的这样，你看这个境界啊，真的佛经讲的没有错哦。然后怎样？日常生活我们也可以这样，根据佛经所讲的，这才是所谓的修行呐、啊。哦，不是单一的哦，我们知道那些境界，那又怎么样？哦，知道那些境界啊，月亮在那边还是很远呐、啊，对不对？好、哦，月亮是月亮，我们是我们嘛，对不对？好、哦，那你如何在他指一条路，让你能够往月亮去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走？哦，你要去走啊，哦，要去做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好、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哈、哦，这两个啊，好、哦，都是怎样？断佛慧命啊，哈，千佛书事啊，哈，不通忏悔哦，这些都是这样，没有忏悔啊，哦，所以大慧呢，哈，对多学文言句，还有怎样静坐啊，哈，默照这些都不表这样赞同啊，哦，所以名相的部分呢，怎样好不如怎样，我们怎样在日常当中啊，哈，佛所讲的东西，我们怎样就依教奉行去做。这比较重要啊，哦，你去把那个很多的名相背得很熟，然后用这个名相去解释那个名相，然后绕来绕去，然后大家都听不懂哦，因为那个东西是很怎样，没办法去做，没有办法去实行的，这叫做什么？就是讲多学文言句啊。好，那我们所要的呢，真的你要修行，应该是怎样？我们知道怎样如何去做，我们也做了，做了以后跟佛经怎样？相验证，哦，你只要肯去做，其实怎样，他有他的境界出来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知道啊，佛经讲的是事实。那你自然而然怎样，对这世间的种种，你这样，你不会去产生很多执着性啊，渐渐能够放下，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
以学佛修行来讲跟生活来讲是一种相互往上的一个影响性、哦、我们会越来越怎样，在世间当中我们对待这些人事物我们会越来越潇洒、哦、然后不会去产生很那些贪嗔痴的这些很多很多的念头跟这些东西相应、啊哦、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境界的时候我们自然跟佛经讲 相验证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这样相信、哦、所以修行、哦、这个其实都是不要讲是禅宗了，其实各宗派都一样，不是只有这样、多学缘聚或者是这样、都什么那个佛经的部分都不了解就坐在那边、或者是说佛经都不了解就念佛、这个其实都不对、最好是这样、他这个讲的是用参话头、啊、不过参话头我们有现代人因为他的能量很多东西他会现在的能力头胀啊，然后就是头闷、胸闷、头胀这样子啊，那他那个能量都是集中在头部，那你如果让他去参话头，其实有些人会产生一些问题，是因为他那个在想专注的时候啊，都是这样，能量又会更集中在头部，所以每个人适应的一个法门其实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那这个就是这样。我们至少如果其实像寒山子这样也是潇洒了、反正日常生活当中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啊，这世间没有什么这样可以执着的嘛。然后以佛道来讲，哇，他你看他能够修行到这样，这世间他都看得很开了、看得很开了、好，所以他这边讲到千疑万疑只是一疑啊、在话头上疑破哦、那千疑万疑一时破啊，哈、话头不破、而且在上面语字这样思来、若弃了话头啊、在别的文字上面起疑，经教上起疑、所以大慧禅师呢他要的是怎样，众生啊你宁愿在话头上面起疑啊，也不要去怎样怀疑这些经典啊，哎呀哎，真的吗？真的可以成佛吗？啊，佛讲的这句话是真的吗？哦，不如这样，我们在这样话头上面起疑啊。我、就像刚才所说的，哦，那众生也，因为像有些人啊，有所谓的叛逆期，或者有些人他是属于那种，就是你跟他讲，他会说，哎，是这样吗？是这样吗？那至少你给他有个地方可以去怀疑嘛，产生疑情嘛，对不对？好、哦，而不是在那个。经教上面去做怀疑啊，哦，跟你讲，哎，你要修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怎样？就是要行六度啊，哦，你还是要了解佛所讲的经典的部分。哎，是这样吗？哎，是这样吗？那你不如这样，对，哎，有生无生哦，或者是说，这世界上谁在拖着死尸在走路，不如在移这些地方啊，哦，好。所以啊，如果我们在日常尘劳当中起疑啊，这些都是这样邪魔眷属啊、哦、也就是给你一个疑处让你去疑啊、哦、好，那这边呢、哦、大会教人参这样，例如说赵州的狗子无佛性，有没有？为什么要参无？同学想看看为什么这个大会禅师教众生参无？因为众生执着于有啊，对不对？我有这个色身，我有房子，我有这个钱，我有名牌包，我有豪车啊，所以要参什么无啊？哦，也就是断我们对有的这样一个执着性啊。哦，所以他这个断生死头那个头顶生死路的呀、啊，头顶刀子也、啊、哦。万念起的时候啊，就是举个无字，举来举去一下，木然的无消息啊，好绝消息啊，这其实就是关照我们的念头啊。当我们在参话头的时候，参无啊，狗子有佛性否？狗子无佛性。我们参到无的这一句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的念头会这样，一直还是会一直转嘛。那这时候我们会想要怎样拉回来？好，那万念起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唱这个话头当中会有很多的其他的万念啊，很多想法也都会升起、啊、
那但是呢，如果我们这样专注在这个狗子无佛性的这个话头上面的时候啊，自然而然这样，我们就像我们打坐的时候啊，哈，自然而然旁边的一些沉淀会慢慢沉淀下来，哦。所以这就是这样，归家稳坐处啊，哦，所以大慧禅师就鼓励大家那个参话头啦，好，不过参话头的话要看众生的那个根基啊，哈，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适合，哦，所以为避免落入这样末造的窠臼啊，哦，然后还有禅宗大量的言语的文字海，有没有？禅宗一般怎样？人家都说怎样不立文字嘛，对不对？可是禅宗文字不少哎，哦，不少哎，哦，所以参无字的话头，能够给这样大家一个新方向，还有一些有效的一个途径呢，哦。那你如果没有办法参无的话，哦，有些这样就会比较易入到一些歧途上，哦，因为众生大部分执着还是在有啊，哦，所以以无来参，哦，其实也可以啦，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有生与无生哈，是我复非我哦，这个有可不可以猜？有没有无啊？哦，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色身啊？哦，那到底有没有我啊？哦，如此怎样审思量啊？好，然后怎样？哇，千言呐，哈，一直这样延伸这样想想想想想，然后做依靠在怎样？岩石上啊，吼、哦，那脚呢，吼、哦，我们的脚，它脚边呢，吼、哦，长了很多的青草，那头上呢，怎样？红尘垛啊，哦，我们那个头上很多怎样？哦，这就是怎样？其实是红尘垛，我们堕入到红尘当中啊，哦，我们就在六道当中一直轮回嘛，不是堕红尘吗？哦。以见这样俗中人呐、啊，吼、哦、临床这样思酒果，吼、哦，那人家就想这样，我是死了，然后就拿这样酒果来这样祭祀我们的灵啊，吼、哦，有时候那个往生者会这样去做一个祭祀啊，吼、哦。那这首诗呢，吼、哦，其实我们可以相呼应到194首的轮回，好、哦、轮回呀、啊，好、哦。我们一直在想有我还是没有我嘛，对不对？哦，那以轮回来讲，我们都认为有我啊，我在轮回啊，哦。可是你看，我们来看这首诗啊，哈、哦，可畏啊，哈、哦，轮回苦啊，哈、哦，那个轮回苦不苦啊？苦哦，哎呀，大家其实都这样哇。哦觉得轮回真的是苦啊！哦，累生累劫来都在忙同样的事情啊！吼、哦，然后往复啊！吼、哦，是凡尘，好像那样尘埃这样。这个其实也可以说我们的那个尘，其实也可以说我们四大吼、哦、凡夫啊！吼、哦，都跟这些四大吼、哦、借来这样成就我们这个色身啊！哦，不管是在六道当中的哪一道啊！吼、哦。那蚁寻呐，还未习啊，吼，就好像蚂蚁啊。同学有看过，我曾经看过一个蚂蚁啊，吼，因为它第一只蚂蚁呢，它开始绕圈了，后面的蚂蚁就跟着就一直绕圈了，好，然后蚁习怎样还未习啊，就是那个蚂蚁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不就像是我们在六道当中一直轮回这样，没有办法休息耶，好，然后一直在怎样轮回当中啊。哦，这六道这样乱纷纷呐！哦，六道其实这样，哇，到底，现在在哪一道？然后未来要去哪一道？然后这还有当中的这些很多的贪嗔痴啊，吼、哦，要去面对众生啊，吼、哦，那其实这样，哇，那个当中的纷乱这样很多啊，哦，所以但我们在六道当中轮回的时候，其实这样，我们改头又换面孔嘞。好，同学，那个每个到了每换就是这样，然后都会这样不同的身份嘛，哦，所以改头换面孔这样，不离旧时人啊。同学，什么叫不离旧时人啊？这就是怎样不离怎样旧时人，这些旧时人就是什么冤亲债主啊，对不对？啊、哦，有恩的怎样？我们在报恩嘛，对不对？好、哦，都是以前认识的啊，哦，然后有仇的怎样就报仇嘛。
所以这个救死人其实就是啊，冤亲债主，跟你有姻缘的，你今天才会怎样聚在一起啊，哦，聚在一起啊，哦。所以曾经有不是有看过一个，他们就在描述，就是，有一群人啊，哈，他们在长得很像那个古代的一那个就是照片的，就是他们的好像是同一个办公室的还是怎么样，同一个公司，然后回看呢，哈，就很像是有刚好有一张那个比较古老的照片的，哈，那里面的人跟那个长相都还蛮像哦，还蛮像的哦。那佛经里面也有讲啊，哈，就是都会讲到那些就是众生就是他的那些佛会告诉你啊，哈，就是累生累劫当中啊，哈，你曾经跟这个人就是产生什么冤啊，哈，所以你们冤冤相报，所以到这辈子还是这样，然后互相这样抱怨啊，哈，哦，或者是说累生累劫啊，哈，你今天呢，哈，之所以能够那么富贵啊，哈，是为什么？你是做了哪些事情啊？那你今天之所以能够会这样贫穷啊，哈，或者是怎么样，又是做了哪些事情啊？哦，所以这样这些东西其实的啊，都不离我们的这样对那些就是累生累劫当中怎样冤亲债主啊，哈。好，所以速了怎样黑暗狱啊，哦。我们千万不要再这样啊，尤其是那个到地狱的众生，那个更是苦啊，哦，所以千万不要再到怎样三恶道当中去轮回啊。那你要能够怎样不去三恶道轮回呢？就是这样，不要令我们的怎样心性啊，哦，就是这个昏就是不明啊。那不明就是什么贪嗔痴念头嘛。哦，也就是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心性这样，一直心一直在这些贪嗔痴念头当中这样，在那翻搅啊，哦，这样才能够怎样，速了黑暗狱啊，哦，那再往前推呢，才能够怎样断轮回苦啊，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常刚才跟那个一行相呼应啊，好，哦，同学可以看一下，哦，我们改头又换面口了。哦，那我们一直认为，哎，我上辈子是什么啊？这辈子一直在轮回当中啊。可是怎样，你都已经不是那样的人了，哈，哦。就像我们之前不讲啊，哈，哦，有众那个一般华人都会讲到怎样传宗接代嘛。哦，啊，你上辈子，哦，你下辈子都已经不一定姓陈了，可是你还在执着怎样要生出一个姓陈的一个小孩子，然后来怎样旁道。哦，那些都是众生的一个执着性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讲，哎，其实每辈子每辈子都这样不一样啦，哦，都不一样了，哦，那我们还认为怎样有生与无生，是我又复非我们了，哦，这个就是怎样呼应啊，哦，呼应众生的一个执着性啊，哦，在轮回当中我们还是认为这样，上辈子有我，这上上辈子有我，那我因为上上辈子做了些什么东西，然后这辈子所以我怎么样，然后下这辈子我做了些什么东西，所以我要求我下辈子能够怎么样，哦，这都还是在怎样有肉报当中啊，哦，一直在追求这些啊，哦，唯有我们这样能够去这样参悟到这样有生无生啊，是我复非我，哦，才有办法这样脱离这个轮回，也就是我第七世的执着性我执的部分才能够怎样放下，哦，那如果我们在还是在怎样红尘滚滚，然后我们还是在当中就是刚才说三载当中这样玩得不亦乐乎的话，哇，那个就还继续在红尘滚滚啊，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其实那个寒山子的师跟师之间其实可以互相的做一个串联，对不对？哦，他可以互相的做一个呼应啊，哦，而不是单一的一首诗啊，哦，他可以这样把我们如果可以把一些东西可以连着看的话，哦，其实我们可以更了解寒山子的一个用意，哦，他的一个用心在哪里，哦，他要告诉众生的哪些东西，哦，他要告诉众生哪些东西，哦，有同学在问不离救死人嘛，对不对？救死人就是累生累劫当中跟你有姻缘的人啊，对不对？你现在会左边看看右边看看，我们今天能够聚在这边上课一定是累生累劫当中怎样我们有姻缘性嘛，所以这些你现在看得到的，你现在会跟你
例如说，你可以成为你的眷属，可以成为你的朋友，可以成为你认识的。要不然，人海当中，同学，我们可以站在大街上看看，有多少人来人去，我们都不认识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出现在你的旁边，然后你能够认识他，然后能够跟他有所交往？这就累生累劫当中，我们这样有种下因缘性嘛，不然怎样见面不相识啊？所以这些人都是叫做什么旧时人啊？都是旧时人哦。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哈，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回向哈。好，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